年轻时候，我年轻时候可就厉害了，我在纱厂上班，只搁里面干夜，要不咱都在市里住的了。为啥？干过时间都分房的了。那你为啥不干了吗？怀孕了。其实不干也挺好的嘛，你说咱现在多幸福是吧？你怀的不是我吧？怀的那哥。爷，弟弟你呢？爸，我妈以前在沙场干，你是干啥的？你妈修完我给她培养，我以前管了1000多号人。我操，领导啊吧？爸当领导啥滋味？我还从来没当过呢。挺简单，一天我就烧着锅炉供供暖啊。你烧锅炉的？烧锅炉咋了？没我烧锅炉，这上面人不都冻啥了？那你这么重要的职位，你咋不干了？后来老板来了带电了，然后他就发现有我没我都一样。你今咋来着？啊，没咋了。对啊，老，以前我妈不在那个板上，老干，你怎么不拦着她点？以前她不上学，我打她都没用。你还打过她呢？啊？你怎么打的？其实你不要不开心，你妈呀带饭摊上来也由不了你了。为啥？人家穿的不脏要人才。妈，我都听我老说了，其实你是为了要我才选择离职，对吧？其实好了，妈，你不用多说了。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专门给你买了个礼物，还有以后咱家的活大大小小我全包了。你要给我抢过你几眼，我跟你说吧。啊，对了，妈，你刚刚想说什么来着？其实我知道第二胎生个你，我就不离职了。春的颜色不走进秋季，有些爱情就经不起